又出马！你干什么？能不能给人家个人隐私？敲下门行不行啊？你是不是又在干什么坏事？我没干什么坏事，我这不学习呢吗？我字典呢？在那儿呢，你自己拿吧。你怎么在我字典上乱写乱画的？这什么呀？这。丁老头啊，两个眼睛一张嘴，你是不是闲呢你？我这不是艺术细胞压抑不住吗？随时可能创作一下。这艺术细胞呢？你们又拿妈算盘？这妈特批的，我明天有比赛。不算啊！哎呀，你别打扰我，我这练习呢，烦不烦呀？懒得理你。回头拿橡皮一页一页给我擦干净了。书本要整洁。青春期综合症啊！不行，我得换把锁。